我要入去啊！你不要这么兴奋，你看清楚先。这不是妞，是颜，是镜，不是银。放下有色眼镜，再看清楚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脑中常常想的、记住的，都影响你潜意识。你的潜意识会影响你看事情的观点与角度，潜意识也会影响你的健康及能力。你真系要清洗下你的潜意识。咁点清洗呀？一个源自夏威夷嘅古老疗法，佢可以净化我哋嘅潜意识。他修兰博士喺美国用呢一个疗法治疗好几千个病人，当中包括咗夏威夷州立医院嘅精神病人。呢啲病人都被修兰博士治疗好。有一位患咗三十几年哮喘病嘅女士，都俾佢医好。马文，一位嚟自菲律宾嘅年轻汽车销售员，透过清洗潜意识，结果佢一年嘅业绩达到$150,000。類似的成功例子有很多。透過淨化潛意識，因負面情緒引起的病都好翻，清除了對自己能力的負面觀念，學業、事業都無限發揮。這個方法就是中文稱為荷歐邦諾波諾療法，或者零極限。方法是用四句说话去释放过去所累积负面印记和信念。这四句说话就是：方法很简单，每当你察觉到问题的时候，就开始净化自己的潜意识。心里默念：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休息的时间去听相关的音乐。个方法咁简单，得唔得噶？我最初都好怀疑，反正唔使花钱。